他们走了，这么早？嗯，走吧，没有任何的。嗯。哇，你这样下班时间也蛮晚的。 习惯就好了。也是啦。对啊。哎，好了，你就送到这边就好了。你明天还要上班，赶快回去。没关系啊，我看你上去。好啦，拜拜。上去吧。 你回去啊，你回去。你上去了。好啦，拜拜。其实将来并不是非要在一起，没有未来，何必伤害彼此？哦，我们的爱再怎么徒劳，也抵不过一根刺。 是时候放过自己，换个方式去爱你，我愿你幸福到底。 怎么了？哦，这个是那个过敏啊。<笑>过敏。嗯嗯嗯。想吃什么？快用早餐。嗯，好啊。哎，你好好做哦。我现在开始呢，要好好记得你帮我准备的每一个味道。 是。